不行了，我真的得减肥了。我设备都准备好了。姐姐，吃薯片吗？你起来，你当害，你当害，你这我开始煮毛血旺了。啊，毛血旺？啥了？毛血旺？我得看看去。救命啊！太香了！我这茄子卤，我觉得好幸福啊！最乐意吃茄子卤了。茄子卤天下第一。找一个没有香菜的，千挑万选出一片没有香菜的，都是香菜味儿。嗯，有点东西啊，果然把香菜挑的就是好吃。狗哥昨天做的冰淇淋好好吃，哼，连我也没用，冰淇淋都让你吃光了。我真羡慕牛，每天吃吃喝喝就是工作，还不用上班。我活着还不如牛。你不是牛，你是鸡。哎，媳妇，哎呀，青笋，这个青笋有麻烦。家里委屈你了是不是？吃肉，满满的爱。我记得在下午拿你家干烧钱。你要认呢？啊，这是啥了？这是啥了？你不减肥了？毛病了！